Previously， 三个饼女糟蹋米其林餐厅。其实留蛮大一片，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在家饭在里面。东莞来的票，他的外卖不嘛？八千多块，对啊，好屌，八千。我的肚子好痛啊！好像中午吃了太高级的食物了，开始反胃。不能吃一个人超过2000块的食物。一个人吃超过2000块，又让你胃食道逆流了吗？对。就是一阵一阵，对吧？就是人波那个波动。好痛苦啊！要不要去吹10元？不用。这里好像花莲火车站。对啊，真的蛮像的。我以前大学自学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很像自学火车站，大家可以搜寻一下自学站内外交通。不，那个震动很有可能擦枪走火。我们行不行？绝对没问题。耶耶，感恩的心。Polly， 来逛超市喽。是要煮部队锅吗？好贵哦，靠。它有火锅料吗？没有，这里的泡面只有这样哎、欸。哎、欸，有辛拉面，耶！哎，放太高了吧？对，对，完全没看到。超歧视亚洲人。拿两，要拿几包？2块钱。几块？这个多少钱？2包，80块而已。哦，很大包哎、欸。小香肠、腿、菠菜，然后 cheese。对。我们英国行成功。耶！耶！多久效哎？几块？听说英国的炸物都很好吃，请问如何？好吃，只是刚吃完辛拉面，这边没味道。好热哦。好，马上变热炒店了。Hi， 英伦 chef。Hello，how are you？ Hi。谢谢你。醒一下吗？还在醒。Appreciate everyone。Appreciate 个屁啊 ！Good night。好，热炒阿勇可以出来，热炒阿勇。勇北，勇北啊！安怎啊？哈，这个酒安怎较好啉？你家来讲一下。哎呦，偌济你偌济啊！赶紧聊聊啊！啊，我酒可能想去冲啥？啊，你也好些过 Oliver。好啊，我赶紧叫出来哈。啊，现在是怎样扮 Oliver， 扮勇北？Hi, Chef. Hello. Hi. United Kingdom. 谁会这样子说？先学宝，永北。哪里有炸？学宝，先学宝，永北认不出来。不能笑笑，搞错。现在要去我们家附近的酒吧，但是如果等一下有怪人，我们就会立马直接回家。但是我们有台湾之怪，台湾之怪这里特别18小时运来这边。英国人推荐的 cider， cider 是什么？苹果酒，苹果酿的酒，苹果酿的酒，爱情酿的酒，耶、yeah ！噔噔噔，这多少？便宜耶，这么大，这么大一瓶，这么大一杯160。我留学生的日常，在干嘛？滑 Tinder。滑 Tinder。妈妈，请看，交学费，他来滑 Tinder。妈妈。我之前都不是滑 Tinder， 我都滑那个。有差吗？还不都在滑 ？OK，Cupid。这个人在干嘛？撸来撸啊，走吧，去楼上 ，Go Go Go。Thank you.
三个好人。伦敦酒吧好玩吗？Is there anyone there to give me a lift back to Shepherd's Bush? Because the train's fat. Yes. 听不懂他在说什么。Hello, Taiwan. Hi. I say no, any Taiwanese. Can I give a message to them? Yes. Okay. Wait. Hi. Hi. Hi, Taiwan. Hi. It's really nice to meet you. And I would love to go there on holiday soon. Okay. Do you know where Taiwan is? It's an island next to China. Very tiny. Very close to China, but very different. What's your name? David. David. Michael. Michael. Can you say 郭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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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华 ？Her Chinese name. 郭华？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Tokyo, okay. New York, Los Angeles, Paris, it's dead down. Everywhere. Yeah. Yeah. So, 他在干嘛？我看不懂。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一群醉汉，疯子，一群疯子。Taiwan. Thank you. Come on! Just my toy. 太悲了！不要回家，回家。Stay okay. 里面的人说 ：“Get drunk, 回家。Stay here. 该回家了，回家。喝任何一杯啤酒。Do not post it, Mom. 回家，谢谢。He's got a problem with. 回家，怎么回家啦？就给他点一杯啤酒。不要，回家，回家，李米回家，把它放在这里吧，把它放在这里。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哥。刚说拜。拜拜锅，拜拜锅，拍拍拍拍拍好，拍拍，拍好了啦！自拍，你跟他自拍啊，快点自拍镜啊！耶！好，回家。圣诞树在哪里啊？后面后面。你要放圣诞树啊？有啦，拍照。耶！耶！他真的哭了。哟，又差点被蚊子丢在门口。哥，我好无辜哎，我根本就没有印象。真的，很难过啊。哦要，我根本就不知道，好，那一定是开玩笑的。虽然我没有印象，但一定是开玩笑的，不可能把你丢下的。好，谢谢。